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比。今天大年初一了，也是2020年的第一天。今天在这里给大家拜个年呢，祝大家新年快乐啊！我们这里的话都有一个习俗，那就是大年初一的时候，我们这里必须要吃汤圆。今天我们也是要弄汤圆吃了，但是因为下雨嘛，而且今天的话会比较忙，所以说就买了一点汤圆，然后再自己制作一点，要不然的话那个时间是赶不及的。虽然说现在生活条件这个水平提起来了，但是我节奏又变快了，所以很多时候的话感觉这个时间倒是不够用。有没有同感的去弄汤圆呢？小夜团团圆圆吃汤圆，围坐暖炉六十多，许下新年的心愿，一起商量有财迷，欢乐永远不间断，老人的脸上孩子的眉间挂满笑颜。正月十五喜小宴，团团圆圆吃汤圆，无论吃到什么馅，心里都那么的甜。正月十五喜小宴，团团圆圆吃汤圆，无论身处多遥远，都要回家团圆年。十五喜小宴，团团圆圆吃汤圆，围坐暖炉六十多，许下新年的心愿。帮妈妈种水下月香，帮爸爸拿好全家的碗筷，相声小品歌舞升平的夜晚。正月十五喜小宴，团团圆圆吃汤圆，围坐暖炉六十多，许下新年的心愿，一起商量有财迷，欢乐永远不间断，老人的脸上孩子的眉间挂满笑颜。正月十五喜小宴，团团圆圆吃汤圆，吃到什么馅，心里都那么的甜。正月十五喜小宴，团团圆圆吃汤圆，无论身处多遥远。